我需要有人打入敌人内部探查消息。这个怪物的皮太硬了，我们需要弩车的帮助。敢跟你的功绩，我会写信上报。我们围剿盗匪的时候，盗匪大部队却在同时袭击了湖畔村。时间有限，你现在就赶去湖畔村。银鳞胸甲，蓝色编织，五金一件，快帮帮我们！有很多人都受伤了。
登基，杜鸦带来了使命。信封。强大的力量。因这群盗匪都该死，尤其是那个领头的家伙。这家伙总算是死了，他再不死，死的就是咱们了。这个家伙作为头领，说不定身上有什么线索。我找找看。我来帮你。咦，这有个徽章。我从没见过这种徽章，他所代表的又是谁？在冒险者们探究那个徽章来源的同时，徽章的主人却在注视着他们。这些法诺斯的废物果然没法让人信任啊。接下来你继续骚扰贝克郡，牵扯帝国的精力。只要你们能解除我身上的诅咒，我一定全力配合你们。盗匪终于溃逃了，可是湖畔村却……我会留在这里重建湖畔村，请你回去报告一下。再次感谢你，我的朋友。诺斯的杂碎，该死，该死！感谢你为湖畔村做的一切，村民们在天国也可以安息了。对了，还有一件小事需要麻烦你。